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甘心，没有足够的金矿，你还是住在需要更多金矿。他在睡觉啊，他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哎，他今天睡觉的样子好可爱啊。靠，知道死，白痴！啊，真的是低能儿哎、欸！敌人在攻击你的探测机，注意金矿补给线。这人类是忠实。我来了，再赢一票。天哪！引导，幽冥。幽能网络力魂，幽能网络建立完成，引导。我操！你需要我的魂术？刚忘记鬼了。我是来了，在心中。让敌人尝尝。研发结束，我已经等很久了。回来消灭。敌人在攻击水晶塔，这战术还真老套。你不可以在那里越船，认真一点好不好？我回来消灭。我来了，在阴影中，你我是虚空石英老哥。你要多带一些虚空石。
话非常明智，敌人常常你没补给了，赶紧派探测机干水晶塔。很有趣，很有趣。我是黑暗，我们还有我所有的职责，你需要我的助力。我是我操，我是黑暗，我看你很有趣，很属你的命。哎呦，我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怎么那么痛啊？他有看到吗？工程车准备完成，工程车准备完成，工程机地指挥中心，工程车准备完成，附属机指挥中心附属舰队需要判断准备。哎、欸，他根本是知道我这样打、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盖 B， 所以他打从一开始上来，他就觉得我是出不朽者。因为他如果说今天觉得我是出先知的话，他就会盖一个电力工程所，这边放一个防空塔，然后他的兵可能也不会放门口，就他是这样，他这个样子就是知道我是打不朽。他应该最近很常被不朽打。没有啊，出先知也可以出追猎啊。对，我们那个暴雪的那个虚拟门票，不是康虚拟门票开卖哦，其实已经开卖一阵子了。然后你如果有买那个票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隐藏的内容哦。有些他不是有线上可以观看嘛，但是他不是所有的话东西都可以看。那你买虚拟门票的话，你有些需隐藏的东西要付费的内容就可以看了，像是 coser 他们在换衣服，不是 coser 他们在那个比赛的时候的那个好像正那个一般线上版是没有办法看的，要付费才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设计师啊，或绘师的访问，那个好像也是。然后他有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会比较吸引大家，我也不太确定，我自己会想买啦。就是我们如果说有去 BlizzCon 现场啦、啊，他会给你一张，他会给你一个福袋。然后以前那个福袋是没有在贩售，那现在今年 BlizzCon 是有贩售那个福袋的、哦，那如果说你有买虚拟门票的话，那个福袋就会变成是折十美金，有比较划算一点。会有中文字幕吗？但好像没有，应该是不会。那种 live 的应该是不会有中文字幕。
如果是录影的就会就可以有，但是他 live 了。然后那个暴雪那边有提供我们21组续保，不是续保，21组 BlizzCon 的序号要给大家做抽奖。那我是打算在一个礼拜后我们来抽有订阅的观众吧。21张哦。我来了，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能量不足，虚空是阴冷。我是虚空。金矿不足，你的采矿单位胜利已经到来。虚空，宗师神族，看一下摸野建筑物。宗师神族最爱放大招，羞羞脸。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哦，因为我本身也是宗师神族。内哥啊，什么延迟79？没有在嘴炮。引导我们，传送成功。这是预警。高能瓦斯不足。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夜。传送等，需要更多高能瓦斯，需要更多高能瓦斯。开富矿的时候到了。这是我回来消灭。月传更多水晶塔，需要更多金矿。这堆石头可以用吗？幽能网络建立。我如果是宗师，我刚刚就同步攻击他。不是，我如果是不是宗师，我如果是顶尖职业选手，我刚刚就直接同步攻击他。战术，金矿没了，看来要打到后期了。
靠比较亏一点。我靠，这宗师问号采集。啊，按错，按到邀请他加入队伍，干话几掰啊！打赢就邀人家进队伍。当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理